这三方面的投资呢是获利报酬率最高的。第一个呢就是在缔结能卖上投资，第二个呢是在学习上投资，投资在学习上。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健康上投资。投资呢，对我们来说呢，是获利报酬率非常高的。第一个是缔结人脉上面的投资，因为人际关系是我们那个幸福快乐的很重要的关键嘛。所以如果要是呢，你可以投资在你的人脉上面，你的人际关系上面。这人际关系广义的部分，除了朋友、同事、亲戚之外呢，还有部分就是你的亲密关系。这些呢，如果要是你可以运投资在上面的话呢，第一个，你的幸福感会上升。第二个部分的话，因为你投资在人脉上面，所以自然而然你付出了，可能就会有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回馈，就会有比别人更多的一些好的机会。所以这个人脉呢，包含像是你平常常来往的朋友之外，也包含一些那个跟你比较不熟的人若连结，这些呢也都是呢你可以投资在上面的部分。这是缔结人脉上面的投资。第二个呢是在学习上面的投资，例如说大家来这边上课、买书，这些呢都是你呢花在上面呢，可以让你心灵上面得到满足跟充实的。像我们的在讲说，到底是需要还是贪婪，有些部分是内心往内心找嘛，很多人是往外找，想要往外找刺激，想要透过外在的刺激呢满足自己。可是呢，内在因为是内心感到贫乏，你应该是往内求，不是往外求。那你学习看书，这都是往内求嘛，我们要需要做反省，需要做思考。那这个呢就是在学习上面的投资。那也可以到我们正确的观念，就是如同我们上礼拜在讲那个有钱人大阴谋的道理是一样的，运用知识就是本钱。那第三个就是在健康上投资，没有健康就一切都不用说了嘛，对啊。然后吃的健康，吃的均衡，这些都是可以让你在健康上面更上一层楼，或者是你投资在自己的健康上面，事前上面事前的一些预防，其实你花的钱其实并不会很多。那我们懂得如何消费，其实呢有很多好处哎，因为呢当我们知道说哎，原来钱用在这些上面是会得到报酬率最多的，用在结交人脉上面，用在学习上面，用在健康上面，它得到的效果是最好的。那我们就可以第一个马上就可以去做了，而且呢会持之以恒。因为我们不是叫大家不要做什么吗？不是叫大家省钱做就是省钱不要花，而是说哎，要花的话要花在这些上面，那你这样子比较可以持之以恒。然后第二个你马上就可以去做。第三个呢，你心里会感到比较富足，因为像无论是学习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互动，其实你会让自己的那个幸福感是提升的，所以心里比较富足。而且你会比较多呢比别人多好机会会产生。因为第一个学习嘛，你可以看出机会是在哪里。第二个你跟别人互动的时候，人脉有些弱连结，可能就会有一些好机会会跟你讲。然后就是你看到机会的时候，你比较懂得把握，你不会因为说啊因为要花钱然后就不珍惜。你会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好机会，应该是要好好的做珍惜。所以你懂得花钱呢，其实是实际上面我可以马上就去做预警的，把钱花在这些上面是非常有负利的效果。